类似 1.6 发动机更换起油信号盘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怎么换。右半轴旁边有个10的螺丝，拆掉它，拿出来，起油定位销工具。锁进去，定位销要锁到底。好，顺转起头转不动，反转可以转得动，转不动的位置就是在1-30点。凸轮轴专用工具也是要卡一下，凸轮轴专用工具箭头朝上。起轴和凸轮轴的专用工具卡上以后，就可以直接把大盘打出来的。装起轴大盘的时候也要用专用工具，这个是我们的卡起轴的专用工具，卡在这个小洞上面。装起轴皮带盘之前还要再确定一下是不是1.2点好。起轴位置传感器拆掉，这个专用工具卡在这两个螺丝眼里面，然后里面这个小洞对准来就可以了。把大螺帽戴上，然后用风暴直插进。起轴皮带轮紧完以后，正时工具拆掉，盘两圈，如果正时工具对得上去的话就可以了。启动。没毛病。